而振荣，他把感情当作是性命。在杜小姐这儿，感情又是什么呢？苏秦，我的包落在车上了，我进不去门。包落在车上了，司机安了紧急联络人，就打给我了。你喝酒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没？小苏啊，以后别总丢三落四的了。我去云南了，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你一定要按时吃饭，一日三餐，一餐都不可以落下。工作再累再忙，也别熬夜。我走了。胸口的痕迹，哥，我
你倒是上呀！我说，嘿，还跑，干嘛呢？这是？哎呀，我服了，太坑了吧！这人也，你大清早的坐这干啥呀？邵振荣今天要去云南。去云南？那你坐这干嘛呀？你赶紧的呀！哎呀，小苏啊，女人啊，这辈子能遇到一个爱你的男人不容易啊。更何况你们俩明明就真心喜欢彼此啊，你可别错过他啊，你会后悔的。没事没事，你走，我来弄，小心点啊。在哪里？好的，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哈。好的，谢谢。这班飞机5分钟前已经起飞了。起飞了？是的。现在几点了？就起飞了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等你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。杜小姐，这么巧，你也来机场送人啊？我
我是来……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是来机场送阵容的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没有见到阵容，我也很难过。杜小姐难过吗？难过没有亲眼见到阵容有多伤心。我会等他回来啊。好，听杜小姐这话的意思，你是打算跟阵容重归于好了。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把感情当作空气和水，有些人当作茶余饭后的点缀和谈资，而阵容，他把感情当作是性命。在杜小姐这儿，感情又是什么呢？杜小苏，你屡次三番的反复无常，你考虑过阵容的感受吗？犯不着用这种眼神来看着我，难道我冤枉你了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故意去医院接近我弟弟，是你；利用他的善良和单纯纠缠阵容的也是你；最后说分手就分手，不顾他感受的仍然是你。杜小苏，你凭什么？我说了我没有，我没有纠缠他，我也跟你说过了，我是认真的。认真的，杜小苏，你的认真很廉价。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你最好从现在开始祈祷阵容能够平平安安的。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